这一款牛仔裤完完全全都是松紧带的。这一款呢，它的厚度呢，我觉得它是适合秋天穿的，所以秋冬穿这件没有问题。整个整体是深色的，然后带一点浅色的猫抓。重点在于它的裤管，它的小巧思是裤管这里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说个子比较高的女孩，我们可以把这边就放下来。对，那如果是一般正常身高的女孩子，其实像我一样，直接我们收到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款折的。我觉得这一款可以照大家平常穿的尺寸拿，没有问题。那它裤管这边是比较有特色的，所以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子，所以可以像穿这样的懒人鞋都非常的适合，因为它长度刚好是到脚踝嘛。那这一款的尺寸它有到 2L，然后我穿的是 XL，它对我来讲，它的高度就是有一点点小高腰，因为刚好到肚脐这边嘛。那整体来讲，我觉得完全是舒适，刚刚好，不会觉得紧，不会觉得不舒服。那弹性呢，适中。